兄弟们，有人问我，我知道创造棒棒蛋的人是谁吗？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们不知道，哼，我知道是谁，我真的知道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老鲍又来炸我了。兄弟们，你们知道是谁创造了老鲍吗？今天我发现了，创造老鲍的那个人就是老鲍，是迷你世界最老的怪物。伙伴们，在最老的版本中他就存在了，如果你也讨厌他，你先不要走，我告诉你是谁创造了讨厌的老鲍。伙伴们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兄弟们，在老版本只有几个人存在，卡卡、队长、妮妮和熊孩子，大家都怀疑是熊孩子，可是没有证据，因为只有熊孩子喜欢玩炸药桶。伙伴们，就是熊孩子创造了老鲍，你们看，我有证据了，这是老官方留下的迷你宇宙。伙伴们，这是地心人，这是黑龙，这是酋长，而这个人是谁？他就是熊孩子，他手里拿的东西，伙伴们，你们仔细看，这不就是棒棒蛋吗？只不过还没有孵化，所以兄弟们，你们知道了吧？创造老鲍的人就是熊孩子，他暴露了，因为是他创造了棒棒蛋，所以他才把老鲍当玩具拿在手里，你们知道了吧？